能抖啊，抖抖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些动作，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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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创意呢，其实是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天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现这个夏天了吗？很热，然后要去让自己凉快下来。这首歌呢有一个复古 funky 的音乐风格在里面，所以呢为了配合这种音乐风格和这种节奏的律动，我们专门为它设计了非常好看的有复古风格的这样一套舞蹈。冯超老师他在编舞上就加入了很多的复古元素，比如说一些 locking 啊 popping 啊，还有一些手指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让人一下能够看得懂而且很喜欢。神曲的节奏，神曲的曲风，而且神曲的舞蹈。提到这次 MV 的造型，我真的不得不感谢王蓉，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展示我的想法的这么一个艺人。整整12套风格迥异的造型在 MV 中不同的去呈现。最大的挑战在舞蹈上应该就是间奏的那一段，不管是 locking 还是说 popping， 其实是带有一些很爷味儿的感觉，就是很男生的那种风格，三天的时间把它表现得完美。那这次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的一点，就是现场一边跳舞一边又有灯光照，又会很热，但是我们有红宝来的鲜果时光的冰棍儿吃。王蓉作为一个麻辣女教师的角色呢出现，然后她和四个非常可爱非常鲜嫩的小鲜肉做一个互动。第一次呢尝试麻辣女教师狂虐小鲜肉这样的一个剧情，他们告诉我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真打。大家在 MV 当中看到的表情那都是真的。这首 MV 它是一首典型的标准的高规格的大制作作品，三个巨大的摄影提前1周的时间开始在里面制作，中国的这种元素结合了世界的节奏，然后呢加上国际化的包装和制作，打造了这样一首精品中的精品。然后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这个 MV 出来呈现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就好。夏天就要来到了，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和着王蓉的这首抖抖凹一起动起来，跳起来，抖起来，精神抖擞，我们再吃上一根红宝来鲜果时光的冰棍，那种冰爽和凉爽的感觉将让你非常的开心和爽快。